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伫咧日前接到报案，讲在嘉义市中兴路和北港路的路口有车祸救护案件，消防局马上派遣着德安分队的救护车前往救护。叫灵车到场之后，发现失联电动车驾驶倒伫大马路顶头，并有路过民众已经协助将倒伫伤者身躯的失联电动车扛走。伫现场一名男性电动车驾驶疑似过弯自杀，附近热心民众发现之后协助报案。经过叫另外评估伤者，发现伊面部有受伤，手有坐处擦伤。伫经过叫另外处置一个指挥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该气象局也呼吁民众，以后倒摆注意路况并注意来。身体无爽快，或者是精神无好时，避免驾驶，以减少事故的发生。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。